千层手撕面包又来了，一箱总共是十包啊！我超爱吃咱家这款手撕面包，因为真的是超级软啊，一整个。这款手撕面包的特点就是宣饱嘛啊，就是手一摁一个坑。然后今天我搭配一包酸奶，你们可以早餐这么吃，就是一个手撕面包搭配一包酸奶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就着酸奶吃。今天搭配一个新吃法，那它是手撕一层一层的啊，就着酸奶。哎。绝了，再来一条，这么吃还不腻啊，这手撕面包真的超好吃，奶香味的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